咦，你看里面有住一只小猫哎！大哥把这个变成这样子，大哥把这个用断。那要修理呀、啊，你们要修理呀、啊。我不会，我不会用那个。我说，大哥自己用，大哥都没有用。乖乖会修理吗？不会就坏掉了，怎么办？里面住一只小猫。啊，吴心意，你修好了、哦。我不想，那你干嘛请人家？虽然都打扮得漂亮。